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爽。今天是周末，外面呢又有点下雨，我们今天的话呢都没。很容易是之前腌的料吧，就感觉里面还挺入味的。现在想煮一点泡面在里面，这个是超市买的，四块的话是三块多钱。我觉得彤彤今天还蛮乖的，能让我们安安静静的吃饭。嗯，不能扔了。哎，这是干嘛？哎，哎，哎。算了，还是不要跟他说话。跟他说话的话，他就会有点跳皮的。这个鱼肉是越煮越入味。佩奇最喜欢的游戏就是在泥坑里跳来跳去。乔治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。彤彤，来坐滑滑梯，过来，这上面滑下来啊，滑啊。滑，嘿。